我明白自己一个在屋企，难免是有时会觉得很寂寞的，觉得这个世界只是剩下你自己一个。其实只是要你做少少嘢，就知道这个世界不是只是剩下得翻你一个。其实你一啲都唔寂寞，叫晒你啲朋友出嚟玩啦！人类系群体嘅动物嚟嘅，唔好再收埋自己啦，约啲朋友出嚟玩下啦！